接受的价值，对。对。反正出来了，我们打回去，我出货了。对。等他找我们再说。对。我也觉得我们有点太老实了，这个东西是属于正常情况下的，属于说专业的东西。生意他妈的就是情义归情义，没有办法，我们也得吃饭。对啊。我们现在其实没办法。他们之间跟。